欢迎三位来到我们大本营的秘密花园。今天为什么把三位聚在一起呢？因为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很受大家喜欢的点，比如说小马是快乐星球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 MV。然后子毅是因为手指舞真的非常的厉害。聚在一起了，我们今天一会儿有一个反应力的小游戏，游戏输的那个人呢必须要把三个人的这个元素融合在一起，也就是说游戏输的那个人要用怒音加手指舞来展现快乐星球，就是又要生气又要快乐还要跳舞。对、哦、我们先一起来试一遍那个口号好不好？来，我先带着你们一起，大家一起来切土豆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土豆片，土豆土豆土豆丝儿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土豆片。然后我们下面这边就正式开始。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块，不是土豆土豆土豆块啊，块。土豆土豆土豆片，块片片。土豆土豆土豆丝儿，土豆土豆啊，土豆土豆土豆丁。OK。那我们一起，三个人一起把这段节奏捋好以后呢，就从子毅先开始，所以子毅就是直接土豆块，然后小马就是土豆片，然后我们顺序就是土豆丝儿啊，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，我们来试一遍好吧，先试完一次，来来，预备开始，大家一起来切土豆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土豆片，土豆土豆土豆丝，土豆土豆土豆丁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是吧？ OK， 我们这次就正式来喽，看谁错的最多，错了就重新开始，错最多的人就要展示快乐星球录音了啊。好，为什么这么开心？好开心，来准备开始，大家一起来切土豆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土豆片，土豆土豆土豆丝，土豆土豆土豆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豆丝儿。弄快了吧？曾舜晞第一次错误，那我们再从头来啊。先捋一遍速度啊，定一个速度，你们听速度越来越快。哎，那我们第二次的话，不然就换，就说他第一个块，不然每次我块的话，其实我都不会错啊。感谢这位热心市民提的建议，非常的棒。我们这次从小马开始，土豆块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来切土豆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土豆片，土豆土豆土豆丝，土豆土豆土豆丁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豆丝，土豆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豆片。耶，王子一击。好，我们两轮了啊。哦，那我们这次从我开始吧，顺序吧，顺序开始吧，从顺序开始。好，我们第三轮开始，大家速度可以稍微再加快了啊，准备开始，大家一起来切土豆，土豆土豆土豆块，土豆土豆土豆片，土豆土豆土豆丝，土豆土豆土豆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豆丝，土豆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豆丝，土豆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豆丝，土豆丁，土豆块，土豆片，土，土，耶！哇，打平了！那就抵消，抵消，抵消了，抵消。没关系，这样都逃不过，肯定是想看合作版的。这样好吧，三个人一起，快子一块设计一下。哦，我们来哪个？就是要手指舞快乐星球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哦，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啊，我们这样吧，就是第一个，就是面对前面什么是快乐星球，然后就是我不知道，然后第二个我们什么是快乐星球，我们互相看对方，就问什么是快乐星球。头疼啊？对，就是不知道嘛，就是。就是不知道，然后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我们这个就画一个问号，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那我就带你来研究的时候，我们三个一起摆个 pose， 我们带他研究。 Cool， 要一起唱出来啊，生气的情绪啊，气势拿出来，我们一遍过，王导好吗？王导你来 Q 三二一开始，正式版惩罚开始。好，来加油兄弟们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什么是快乐星球？
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，现在就带你研究。